中英棒球队的学生进前拢无较好的练习场地，伫桂台面翁仔某捐经费所起的官立棒球场启用了后甲建设，这个学生大家拢相当的感谢。今仔日馆长李明进就特别来甲棒球队的学生做过来拍棒球，了解着伊练习的状况。到来将球成功拍出去，今日馆长林明哲也特别来到棒球场，来到中兴高中棒球校队的学生做伙拍球，来了解因球场的使用以及练习状况。学生也讲到，现在练习球场是相当的好。我来自台南，国小就开始打球了，然后因为教练的关系来到南投打球。刚来的时候是在另外一个球场啊，那个球场不是说很好，然后搬到这里觉得场地比较好，比较平啊。外也比较不会那么多吵，可以给我们完善的练球环境。伊在中兴棒球校队的学生，拢是伫德兴棒球场来练习，啊，则是去到草屯来做场地，是相当的无方便，而且场地嘛真简单。现在由桂台明翁仔某捐赠经费，所建设管理棒球场，启用甲现金，小球员拢真介意馆内有遮尼好的练习场。我是一个南投人，然后以前南投都没有什么棒球场，然后现在很开心有自己的。球场可以自己使用这样，感觉用起来，是不错啊。整个设施都非常完美哈，还有一些啊美中不足了、啊，就是我们这边呢、啊、是一个训练的、啊，所以啊就不用新建了、啊、这个观众席啊，所以现在目前的这个设施哈、啊，要训练我们南投县的棒球队啊，场地可以说是非常良好的哈 啊，我相信呢，我们有这么一个优良的场所、啊，一定可以培养出。更多的棒球选手。馆长林明哲也表示，真感谢桂台明翁仔某来捐赠经费，帮助县政府来建设这么好的棒球练习场，也希望学生来这练习棒球，未来会当培训出更加多优秀的棒球选手，来为国家争取公平。记者林双采报道。